长期以来，三万天数单亲阿妹同弱势家庭三年届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，先头母亲节前几礼拜，盼提旧届开出弱势单亲母亲表扬发通，初中下就届颁奖典礼后，十年届得奖届单亲阿妹，加入奖草含有无卡应该祝福，同温馨感动应该气氛下，过一届快乐届母亲节。东港通街接落奖草，财团发言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盼开出弱势单亲阿妹表彰大会。经过一层一层的评选，总共对全台选出十名的单亲阿妹，为同母亲节前同得到三万克服困难的阿妹来致敬。今天刚好是立夏，阳光最热的时候，可是我们事实上还很多人是躲在阴暗里面哭泣的。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刻板印象，认为说母亲什么叫做模范母亲，他们这些人是比模范更杰出的。这种集中的相片是女小子同新人相处的快乐时间，地震了后为到本三个新人好的生活环境，女小子一个人做家分投入三万创钱，无想的书本就两个字和充气肌肤天数其他优势团体，希望做新人的好众。哎，懂辛苦啦，对对对，因为在我没有任何后援下，这样子都是靠自己。我是觉得施比受有福，我会觉得我好手好脚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。打造对中华上百两奖的马小姐，自从境外促成家乐公告时，自家照顾世界新人大汉，然后自己个个弄出自家的一片天。看你阿妹一路行来的艰辛，心肝都拢系落力。我说真的是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常常就觉得说，可是就是说，安慰自己也真的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甜蜜当中的负担。那我这样去想的时候，其实我就会很开心。虽然我们家不是多么富裕的家庭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家里面的给我的感觉是很温暖、很温馨。所以很感谢妈妈。所以就是。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，然后我爱你。好，妈咪爱你。开春又是单亲母亲表扬发通，今年是提旧届的。透过发通，阿文热情勇敢面对挑战，克服难关的单亲阿妹心态的坚挺，每过一届分应该母亲节。母亲节快乐，妈咪爱你。妈妈我爱你。客家新闻林柏君、刘一平特别报道。